你有想过有一天能够把坦克当轮椅坐吗？日本一家公司为了改善一般轮椅碰到小障碍物就得被迫改道的问题，开发了履带式电动轮椅哦。这款轮椅叫做 Unimo， 它的外观就像是沙发、轮椅、坦克的合体版。哇哦，有没有必要做得这么帅啊？说到这个 Unimo， 它不只可以借由底下的橡胶履带在不平的道路上面行驶，遇到上坡啊、下坡的时候，还会自动侦测斜坡的高低，把椅座调整成最舒服的角度。哎，听说坐起来就和沙发一样舒服。哎，如果这样再多个按摩的功能，是不是就没有人会想要下轮椅了呢？那这台轮椅重达95公斤哦，虽然看起来笨重，但它也支持360度的回转功能，花5个小时充饱电就能行驶25公里，而且最快的时速有6公里，还可以自行爬超过15公分的台阶。那虽然目前还在开发中，不过未来可能就有机会在医院或者是室外看到有人驾驶这台小型坦克了吧？欢迎在底下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对这个坦克轮椅的看法。我是六九天，订阅我，打开你对科技的想象，拜拜。